画面中一片昏暗的天空里出现了好几个白色光点，中心点散发出黄色光芒，而且还不断在转动，占据面积也相当大。这个场景就出现在基隆区，有民众无意间抬头发现天空有异状，赶快拿出手机拍下这个画面，怀疑难道是有飞碟吗？把画面po上网之后，引发网友们热烈回应。有人表示说，难道是外星人要到地球了吗？也有人说，其实这个状况已经出现很多天了，这不是投影灯，就是无人机。还有网友直接解答，这其实是海洋广场举办的点灯仪式活动，活动日期从11月4号持续到隔年的1月5号。还有网友开玩笑表示，这根本就是人民的纳税钱。东森新闻基隆报道。